低里程、低年份，并且原版件，价格又在50多万的休旅车哪里找？来永春汽车就对了。2021年的 Outlander 里程紧跑31000多公里，卖你50几万而已哦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坛连顺永春汽车阿乔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是我身旁这一台2021年的30 Outlander 安全型，它里程仅跑31000多公里而已哦，并且通过我们的夜视认证，全车原版件，可以享有2年50000公里的五大保护哦。看一下它的外观，非常的漂亮，远远看可能像黑色，可是这台是深蓝色的外观哦，明亮头灯。来，它的漆面其实整体来说非常的漂亮，没有什么刮痕刮伤。再来 Outlander，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后箱空间比较深一点，可以载的东西也比较多一点。它还有加装这个齁平整化套件齁。没错，这个下面可以放一些置物东西吧，下面都有一些置物盒。那因为呢它有七人座车型，后面它会多给你的自卑架跟置物盒，这个其实有用的话其实也非常不错哦。看一下另外一边，整体漆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，以深色系车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，有别于其他的休旅车，就是在它的后座，它的后座是可以前后滑移的，除了让你乘坐舒适之外，后箱空间也会被你放大。再来还有一点，它的座椅非常的特别哦，特别之处就在于椅子是可以掀起来的，这样子是不是整个空间变得非常平整呢？左右两边都可以做使用，让你在后车厢变得非常的长，你要整个人躺上去也没问题。其他休旅车好像没有这种功能哦。没错，来到车内，首先一定要跟各位报告的是，里程保证31251公里，方向盘维持得很不错，毕竟只跑了30000公里。左手边有块空间，右手边跟车 ACC 全车标配。7颗安全气囊，中间的部分可以看到前车主自己安装的这个安卓主机非常好用，有乐客导航网的导航，倒车影像萤幕非常大非常清楚，恒温的空调非常的舒适。看一下认证书， Outlander 认证合格，车籍资料、外观图以及结构图，全车原版件。当初认证这台车的时候，我们的引擎盖呢有一个 B， 不过各位观众不要担心，我们永春汽车已经帮你修复成完整的样子啊。在此阿乔跟各位补充一下，因为最近非常多客人呢都来询问泡水车相关问题，所以我们认证书上面都会有写本车引擎，引擎号码无异常，车身号码无异常，无泡水迹象哦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我们绝对不会有泡水车。再来，车骨结构无修复迹象。阿乔快速的跟大家介绍完身旁这台 Outlander， 我们现在这台 Outlander 只卖你50几万，并且低里程，仅跑30000多公里。如果你有喜欢，赶快来电赏车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02-207-757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